就係拉到邊啊？我依度知啊。唔係，我去呢度咋？去到呢度唔係啊。係啊，花咪。音咁難記嘅，咁怪都唔係，好好笑。怪咩？怪，我係咪碌咗啲 minor？ 冇，佢有少少，佢中間會好似轉，但係佢主要都係溝埋嘅咩？都唔係，唔係，唔係一個 scale， 但係落緊。OK， 佢咧想練幾樣嘢啦，手指嘅伸延啦，你見到四手指咧。這個最高的音是知道什麼音啊？是的 C 音其實比 B 高半度而已， B 其實我們都按到高半度，就是這個 C 音了。這個是 E 弦的伸延手指， A 弦也要有的， D 弦 G 弦比較少見，但 A 弦 A 和 E 都會有的，譬如這裡這個就是 A 弦的伸延手指。這個 F 平時是依然去按的嘛，但是呢有時我們不想為了一個音要換弦換出現另一種音色，所以我們伸延四手指，你覺得奇怪的原因可能是跟這裡有關，因為這裡它就是想我們練這個伸延手指，所以是 F natural 不是 F sharp 來的。但是去到下一個小節就變回是 F sharp， 咁樣我拉多少少，跟住 rest 之後嘅，睇下今次跟唔跟到 3-4。在看下一個小節了，我知道下一個小節跟這個小節一樣，下一個小節，再下一個小節，下一行，我知道下一個小節一樣，下一個小節 D 音開始，這裡我要看看，因為太小了，原來不用換把，是一把位伸延四手指，rest。 這裡我會講一下這個呢，我們勉強叫它做 half position。 第三個音這個 B 平時用一手指按的，如果你記得的話，但是現在用二，為什麼他會這樣做呢？因為他不想我們這個音和跟著那個音的 F natural 都用一手指，雖然是做到，但一手指會很忙碌，你看看，望下，他不想我們這樣打斜去這樣按法，即如果我們按音是平衡沒問題，兩個音用同一手指都沒問題，但是如果同一個手指但是要打斜這樣縮的話，或者打開的話，我們盡可能避免這些指法，所以逼著我們寧願縮埋，即是二手指縮褪低一點，這樣按都好過一手指這樣忙碌這樣褪來褪去，所以這裡為什麼他叫我們用二手指去按呢？二一二
一，跟住然後打翻開二手指，要撳呢個 G。又嚟咗一次啦。嗱，你話啦，咁你二手指都要打開，都要咁樣縮埋又打開喎，咁點解呢度又得咧？嗱，如果佢中間咧係隔咗個音，佢唔係即時兩個音都用同一個手指，佢中間隔咗個音嘅話咧，咁冇辦法之下，我哋都接受，我哋都可以咁樣做。所以呢度就零二一二。但係咧，你拉呢一兩個小指。佢呢個可以俾我哋揀嘅。我揀嘅，就揀下面就。係啦，咁你用三又得，二又得，咁但係都係以個音準為目標啦。我哋拉呢一種 half position 嘅時候咧，好可能嘅手踭咧，你要咁樣出嚟，個目的係等手指咧唔好 high 到嗰條，即係其中一條弦。你俾多啲空位佢，係咪？你等佢企起身，手指企起身，咁佢咪唔會 high 到咧？如果你稍微平少少咧，佢會碰到隔離。是啊，即是他會這樣，他會出不到，譬如總言之，我們是想給多些空位手指，那你要給多些空位他，你就是手踭褪他出來，是不是？你這樣的時候他碰到個琴，那就沒有空位的，是不是？ OK， 那我現在由這裡繼續下去。知唔知道我而家去到邊度咧？呢度啱啦，今次去到個 G 嗰度。當我話下一行嘅時候咧，雖然我拉緊呢個小節，我點知道跟住嗰啲音咧？我哋用常理，我哋用音樂嘅常理，我哋喺一個 key， 佢未必，佢唔一定唔會咁快去，佢唔會出第二啲音，一定係。其實呢兩個小節咧，都係呢四個音嘅咋 ，G、B flat、C sharp、E natural。你睇下個小節係咪啊 ？Sol Ti Do Mi， 只不過高個 octave 啊。然後 G F sharp 啦啦，哦呢句呢個新嘅啦，哆啦啦啦啦，但係個聲音都係個半鐘。我哋如果用嗰個 chord 用和弦嘅方法去睇，佢仍然仲係停留喺呢個 G diminished chord。如果你仲記得 diminished 呢一樣嘢嘅聲音嘅話，哆啦啦哩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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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哩啦啦啦，所以點解我哋？要拉咁多 scale， 很多時旋律對面都會用到。你如果熟嗰個 scale 咧，你唔會俾個腦咧出現第二啲調，你唔會出現咗個 A major 嘅嘢，即係你唔會，即係我如果咁樣搏咧，你會覺得好唔順，好奇怪。譬如我拉呢個小節，然後搏下搏左邊，你聽到係夾硬黐埋一齊，係唔合理嘅。你已經期待跟住出面劇係 G， 咁你如果你睇我片咧，我就話我哋唔係去睇譜，唔係去接收哦呢個音我就撳，呢個音我就撳。我哋好多時咧係確認嘅啫，你心裏邊已經有呢個聲，哦原來真係呢一個，
即其實是流暢是這樣來的。 OK， 我拉最尾的兩行 3-4。你亦都要睇得快啦，你知道一睇呢個音，哦，會出一個半音，咯咯，手指要黐埋嘅。你見到冇咩特別，冇 accidentals， 咁你可以好放心，唔使咁步步為營。只要你保持住呢個G major 的感覺，它會幫到你的，它可以令你不會走咗去其他音奇怪的音嗰度。最尾嗰行，有少少高啦，2-3-4 rest。不是很准的 and 因为我们现在是哒滴哒哒滴滴哒滴哒，其实我慢了一点，那个 rest 长得真的，但你明白吗？ 我希望我告诉你，我是在看着什么东西，什么时候转下一行，我可以做到看下一行，那就看最，就算看不切的話，你怎樣都要看下一個小節的開頭那兩個音，等手指做一些準備，尤其是四手指，四手指不是說你用它呢它就做到的，它距離是距離的琴最遠，它是那些神經，我想你一定知道是不是這樣叉開的，三同四手指這裡是獨立的嘛，獨立的嘛，一同二，三同四是 share 一條，所以是沒有一二手指那麼靈活的，三四。咁我哋做到嘅係咩咧？咪就係做啲準備咯，係咪？你縮短嗰、那個那個距離同個琴嘅距離，咁佢咪容易啲撳咯。你唔好賴低佢，哦，淨係得你一個打開咗。我哋不如試最難呢一度啊！巴巴啲巴巴巴啲砰砰，即係呢度。係咯 ，G 弦，二手指，係啦，二手指。如果你發覺它那些指法太小，數字太小，不妨寫大隻一點，清楚一點。 OK， 不如這樣 OK， 一樣這三個音，就我們只是拉三個音而已， SO RE TI， 我想你第一次呢照平時用一手指腳按 SO RE TI， 試一次 OK， 好的，來多一次，不要望琴，你有你按得到，不用望的，來多一次 SO RE TIVery good， 好，而家咧記住咗呢個音咯喎，今次我哋唔用一，最尾用二。OK， 你覺得如何？繼續。唔係啊，高咗啊，衝咗出嚟啦已經。Sorry， 聽嚟多次001，正常嘅。我哋盡量拉嘅時候咧，唔好得啦，唔好咁小心哆啦。其實好容易嘅啫嘛，一把位唔好覺，唔好係唔係都覺得啊死啦好難啊咁樣。No， 哆啦啦，容易啲，幾好啊！今次用二手指最尾，你有冇發覺咧？你有冇發覺咧？你一用呢一個指法咧，你嘅手咧就喺裏邊咁樣搓埋咗。我想問一下。這個不是一個很自然的把位的按法，是不是二手指要縮下去，那我想問一下還 要放鬆還是緊張，其實已經不自然了，是不是要放鬆了，應該你還是這樣揸埋，那你怎樣叫它縮呢，是不是，或者縮的地方怎麼對呢，是的，還有呢，你要想埋跟著那個一手指，所以為什麼我說你的手踭，我們手踭一定要出來，如果不是呢，你的一手指沒有地方擠，你試下今次拉埋個一手指，嗱，你呢度咧二手指要搭住一手指嘅，係啦，要放鬆啲，手腕放鬆啲，裏邊都放鬆啲，幾好啊，幾好啊，試下拉埋頭嗰兩個一手。
你聽唔聽到二手指高咗？你睇下裏面其實有一條好大嘅拉噶。嗦瑞提提花，係啦。嗱，我講多樣嘢係可以幫你拉進呢一個 into 呢個 B 同埋 F natural， 就係呢兩個音裏邊邊一個係低啲嘅音啊？T 係得 T 的 T 花 ，F 係高啲 ，OK 低啲個音諗佢低少少，高啲個音諗佢高啲，咁就會點樣咧？咁你個兩手指就會咁樣黐埋啲 ，OK 放鬆啲裏邊，咁幾好啊！拉落去四個音一弓，拉落去上弓 ，so 花你要打翻去二手指喎，唔係咁樣。你跟住你二手指要拉咩音啊？要拉個 G 喎，係咪？係啦，呢度先夠高，上弓。Re，OK，呢八個音個主角係二手指，四個手指裏邊嘅主角係二手指，唔同嘅音。但係個主角係佢，佢一時咧要係低嘅，跟住要即刻打翻去，試下呢個啊，都係二手指，好考佢哆波個感覺一樣嘅，試下。只不過條弦唔同啫 ，G 先傻面，係哆，打開二手指，高啲 ，yes， 係啦，哒啦啦，然後空弦，一睇個音影係，搭翻住，搭翻二手指係二搭翻一係咪？我想問一下，而家你嘅二手指感唔感覺到有合手指向後邊啊？唔係，你我哋話搭住咧，真係搭住噶。你感覺到佢嘅指甲噶，你要有呢一個感覺，咁先至係搭住。後邊冇嘢嘅話，係咪啊？你搭住咁嘅時候會準咯，冇得急噶。係你要教啲手指，好似學行路哦，你要喺呢一度，但係佢要放鬆之下去做到。你越係硬，越係緊張，越係叫佢咧。佢唔聽使噶，你太多力儲埋喺手掌裏邊咧，係唔聽你使，手腕好緊張，唔聽你指揮。